之前曾在韩综美味的广场预告过白中原即将会有与 BTS 合作演出的可能，随后在 BTS 团综 Run BTS 中就看到了美食天王白中原受邀参演。该节目播出后立刻引来不少粉丝讨论，白中原排除正在休养中的 Suga，将其他六名成员分组进行料理 PK 赛，过程中救国卷起衣袖切菜的场面却意外吸引目光，过去就曾经因为刺青而备受瞩目，这次又因为这个画面再度受到热议，究竟救国的刺青背后隐藏着哪些含义，马上带大家来看看。在19日播出的 Run BTS 中，防弹少年团邀请到历代及嘉宾白中原，过程中也捕捉到了防弹成员们向白中原要签名的可爱画面。在这集节目中，排除正在休养中的 Suga， 将其他六名成员以3-3的分组形式来进行料理 PK。 在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产品 Backham 是来自韩国猪肉部位中购买率最低的后腿肉所制成的火腿餐肉，由白中原与韩国饲养业者共同制作，最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畜牧农家，进而积极宣传韩国在地猪肉。在制作料理的过程中，也有拍摄到救国卷起衣袖切菜的样子。过去救国就曾在节目中经常会刻意地去遮盖住刺青的部位，但这次却不经掩饰，大方展现刺青。虽然救国刺青已经不是最近的事情，这段期间也有持续在增加刺青，但却从未亲自解释过刺青有何含义，所以粉丝们就针对救国的刺青做了一番分析。首先是在手背上烙印着 ARMY 的刺青， ARMY 除了是 BTS 的粉丝名称外，也可以看作将 A 中间的一杠去除倒过来的话就是 V， RM 则是南俊， Y 是 Suga 本名允琦的英文开头， J 意味着 J-Hope、 Jin 和救国， JM 则是基敏志明的英文大写，紫色爱心可以解释为传达给粉丝们的爱，上面也有 ARMY logo 的标志，大拇指下方是用漂亮的字体所写的BTS 出道日期，而在手指之间的加号则被推测是师弟团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logo。 右手臂上有个交叉的两串英文字母，其中一个 Rather be dead than cool 是救国的座右铭，另一个 Make it while the sunshine 则意味着不要错失机会，而这个手势的纹身则被推测是在 BTS Boy with Love 舞台上成员们比着枪的手势结尾时，只有中间的救国突然改成大拇指、食指和小指的手势，而这个手势其实代表着 I love you。 救国的手臂上还有个像花一样的纹身，这是救国9月1日出生的生日象征花，名为老虎花，花后面还藏着老虎花的花语 Please love me。 另外在救国手指关节上出现一个带着悲伤的眼睛微笑的纹身，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有粉丝们知道它可能有哪些含义，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在两串英文字母交叉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眼睛的刺青，在旁边还刻上了花样年华四字，看到眼睛的纹身再加上两串英文字母的含义，被推测出有随时监视着自己不许偷懒的用意。救国的刺青时不时就会成为讨论的话题，粉丝之间还出现了担心以后可能会后悔以及别去干涉刺青的选择的两派争论。刺青本是自己的选择，总之还是支持救国啦。以上是今天的3分钟速报。